OK， 我终于把任务解完了，换谁啊？最大的不是雪，而是冬天的勇士。最大的不是雪，是冬天的英雄。我最大的不是最后一只。好，我真的觉得太过分了啦，因为我最想要讲的就是这一只，就它放在最后面。哦，但是每次这么漂亮的角色，为什么都是辅助啊？好，主要是复活了哈。哎，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哎，所以我觉得要打一下竞技场哎，不然这样，不然我觉得这样观众会觉得太无聊了。但是我在想说，我们竞技场还是尽量不要跳过比较好。哎，对吼，我们要选比较前面的吧？在干嘛？但我也不知道我战力多少啊，5900，不行啊！我现在这个战力也没办法。